聪明，他爸喂韭菜，其实我听他爸更不重要是韭菜小林才聪明。那对你们这站着没？那也我酒拿到一定，我拿到照出来了。嗯嗯，画面拍的整了。妈妈。很自动。妈。嗯，这种的是湿气的，这种发黑的就是有寒气。嗯。妈，我下午还没长得痛，越吃越黑越不好。对，我就九十了，也是。你才能九啊？你九十了？我因为我先吃半年。哎，你九完之后回家化个妆。行，你九来打酒习惯了，看起来很好看，一个都。我看不出来，我来打了。我寒气九寒也。太痛了，这个怎么？要不吃普通酒，就是不要太暗那种的。嗯嗯，要不？嗯，我这你这等着你，我这说要。妈，你看。妈妈你说。我让我上我的电脑，我要看看。嗯，行。我是在用这个吗？我这个球一般不会死，我不要说话。那你走完，你那里说话呢？嗯，是的，我这个就管他嗓子里面就好受，也米了，好像咸了，也米了，你先整着，越整越没。你这都是实际。哎，我小娃断奶了，你就一进去大挂挂挂挂啥？我告诉你啊，小娃断奶一个月后来找我给你九次，你永远都不会得那个乳腺增生，不然因为你牵奶的时候，对，胃有好处。你牵奶的时候不知道，你睡觉我朋友他说肚子会急嘛，他就会得乳腺增生。但是如果你要来早说一次你，哎，但是你问题。哎，你有没有没？你舅舅，你那个更够住。我这几个干白没法干呀。你有吗？你在家，你在家天天也不出来，一个星期就没有了。要天天就这个。啊，疼吗？你是不是这边又干了？嗯，啊，对。就，嗯，对，这边又干了，刮耳了，看没看见？嗯，这道杠不直了，刮耳了，看见没？这边来了，嗯，这又干了，是不是这？是的，是吧？嗯。所以说你这个就毒了，你这个一毒了，你一感冒，别的体就会发炎。我有上半身，嗓子一块儿，可以九个脖子，可以九个脖子，还可以九桌子，九桌子不是，给你不是我也九，我就会给，我是主要嗓子，对吧？你要什么美女？这大耳，你这大耳出啊？你这是养生粉，你又不是，对你这是养生粉，又不是别的。嗯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割的就很疼，就是割到给你揪才能给它疏通那啥，你把它割的揪破了，对，疼，你还多，换一个揪多少揪，你看看这个揪完就鼓起来了，看，就比如说你起个粉刺，本来不是很大，但是你挤完它，对对，这就是，它会比没挤之前更大，但是都是就小了，这个，啊，就挤了，你看它怎么挤。可有痛了，你就你这个都毒了，你看我要明明是要九支烟了，你看都改过来了，看看。嗯。因为这个有疙瘩，它就从里边吸，你看。你妈哟！咱要上脖子后面长一个小疙瘩，你妈也是下不去。小孩也能留，小孩能留，小孩挨不了那疼。
平常都没那边好，正常感冒我从来不给吃药的。哎，是的，他爸他俩他小水啊，小水药都没那么亲近的都。他俩小水，有四个天脖子就歪了，就是那时候他那脖子崴，然后淋巴，后来开刀，开刀之后脖子就歪了，就是歪了。开刀就歪了。就立马堵了。堵了就好，你不要看着不是病，反正你保养过后是健康就看不见了都，无形上都带来很多好处。对，我这到九二零再给你写一下。这不是没，那去年就很紧。你这堵一下呢？我可以把它九分治了。这个烧锅都久了，这就这样。你还没拿出来？开始了吧？嗯。你这个怎么难的？从两手给出。你见着爱不好，麻烦你等我。这玩意儿不疼，这上面刮得很难。个人还痛不痛？一个人就像我这种，一个人就像我这种。哎，你说喝个酒喝多了？谁跟哪了？跟你的大姑姐在。管你吃喝，啊，完了，这些酒啥的。停不停啊？先挂了。这多久了？昨天晚上吃点什么？你这个有，是。之前不是说嘎巴，但是就是因为血循环。哎，你九完了，马上回家睡觉也舒服。嗯，对。就是吧。哎呀，你要做个足疗，回家睡觉完也就舒服。嗯。哎呀，你很疼吗？很疼不疼？还很疼，我不记得。乖，你九完一个给一百块钱，这要是一大家子七大姑八大姨都接不了，一个月。什么不干就直接带人来酒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公司那边就要这个视频，要这个视频，那然后呢？要这个视频，今天咱给他一个机会，多少个人等？休息一下，才刚就几道就开始休息了，这是打白酒的。你俩在那上边，在山上楼吗？不对，在下边上。下边？下边哪里？在厕所边上。我还有三道墙，救命！哇！救命！我还没想过你开始。你掉的哈？你掉裸的？我说什么？你妈酒啥的呀？俺俩上看陪着你，来点酒。同爱的人。就慢慢儿，你快休息呀！我半天酒一下，半天酒一下子，啥也不出来，就这事儿了，哪里来的？一下坏一下，一下坏一下，瞅你这个傻子，
两我想等会儿要揪揪啊，比你脖子疼。也不行哈，马老师你查，赶紧往里查，不能。你呢？哎呦，这次就感觉难受。我说你要多少揪死你的钱？你揪一下揪到你真那样了，你人。哪里能揪啊？你给胖子钱多，你给婆婆钱多。我给你那揪钱。人家都揪差不多了，不知道给他提开。你能留着吗？能。这老严重了，这老严重了，你妈！哎，你就严，你就严不要整。疼！你把他俩我给你俩揪起来，你俩别说吧，我就有点。你俩揪。坐着，我得坐。你俩待着。我咋的？我你妈，你别待。哎，你这边，你给我揪，你什么事啊？不是，就疼，你很疼。这个。这就冲破冲死了！就转着到你学姐，我走。救命！救命！我很想笑，但是真想笑。这男人哪这么了？转着到你学姐，嗯，人，你这个。啊！救命！啊！救命！我说你呢？行。没事。哇！想不出来，抓了。牛，多累到，你看到？那揪的，疼的揪的，疼的揪的，都这个了，都这个了。能撸着，撸着，我这样能撸着。你俩不想拿多少？三个五二一。三个五二一，哪个是八二？嗯，都有中间了。啊，对，八八八。三五二。三个五二一，就是五二一，五二一，五二一。那你这有多严重？这到这能严重吗？我你信吗？我想过。想一下，还遇到电流了呢。哦，转不着了，你看。哇，费劲。就是说，快点。一溜烟哭不易吧？哪有带吃午餐？我说你啥？咱们啥都说好。你现在说话已经讲好了，是不是？讲好了呢，别跟俺特别人说。你弄些那啥的，不是生产教育，这不给你慢慢的那个了。你等我喝点热水，一下子话就说出来了。说这个多呀，就原来就。那个都我给你揪。我不揪。好嘞，知道我明天等你来揪。凉麦了，一圈啊，完了，爬不住了，爬不，这一百块钱买事儿，完了，我那天头怂，头低了，那你老那头给多了，你看你这个，现在你还不，抖音。